不过现在其实这样子的调度啊，花花也蛮尴尬的，会不会打到一垒方向呢？这个球等了一下，投出好球了，哇，投出好球！义大这些观众不也挑战？投一个好球。哦，不过这个球迷也还蛮捧场的，看得很开心。哇，这个球偏低，四坏球保送。张正伟是第七次的打击了，投出了四坏球，所以这场比赛用的第八位的投手是林义泉。他在投手板哦，这个球就打到在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球就传二垒，哇，林义泉果然是解决掉了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，抓到第三个出局数呢，看到林义泉投球。不过现在双方啊，史蒂芬的差距18-1。